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普通皮皮，今天要继续玩《星剑侠世界三》。通常我们在刚开服的时候，第一天会卡在28等左右，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所有任务通通都做完了。不过我们会看到有些玩家29等甚至30级等，这边我们就要讲到《星剑侠世界三》里面最核心的玩法之一——修炼。首先，它会给你一定的时间内坚持10倍的效果。那再来就是，如果大家有小伙伴可以一起玩的话，这个时候组队修炼的效果会特别好。主要是大家挂机的时候，地上会出现随机的篝火，人越多，篝火就越多。篝火可以让你在一定时间内获得经验值，所以如果篝火数量越多，你的被动获得经验值量就会越多，自然中间这个经验值加 10% 的效益就会越高。那最后就是最后边这个，我觉得超级重要，几乎可以角逐这个游戏中最重要的功能之一。我简单介绍一下祝福石，可以让你在使用之后的30分钟之内获得祝福状态。你在这个状态下进行野外修炼的话，就可以获得稀有的奖励道具，例如坐骑装备用的高级冰魄或高级坐骑秘技等等，是可以在使用摆摊的功能进行贩售的。贩售成功之后可以获得翠玉这个货币，翠玉又刚好可以用来买祝福石，来实现翠玉永动机，进而成为翠玉富翁。那为什么要成为一个翠玉富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星剑侠世界3里面的货币有很多种，最常用的基本上会属刚刚提到的翠玉，跟平常强化装备用的银两，还有各种通用的元宝。那其中最有用的就是元宝，基本上所有道具跟各种强化物品的购买都会使用到元宝，而翠玉可以直接换成元宝，所以如果你实现翠玉自由，你就间接实现了元宝自由。哦，对了，回到刚刚说祝福石的部分，除了开启祝福石之外，如果拥有月享卡的话，不止祝福的等级会提升，稀有奖励道具掉落的几率也会翻倍。那接下来我来推荐一些效益比较好的图，大家如果之后要进行修炼的话，可以在对应等级里面选找自己适合的图。首先，大家如果要打开地图的话，可以在右上角的小地图点一下，就可以去各个不同的地方。第一个是30等左右的地方，我会建议大家在这里临安城的右下角，大家会看到一个15级野怪的牌子，在下面点一下就会传送到虎丘剑池，到一个我也不知道几岔入口，旁边有一个凶恶的山匪跟游荡的山贼。这边大概是公认全游戏前期最好刷怪的地方，虽然这边怪很多很密集，基本上自己一个人刷就 OK 了，不过还是建议大家多加入一些组队一起打。最重要的是如果篝火数量够，那练起来才会快。再来就是往前走一点点，会看到一大群的柴狗，这边的怪物也是很密集，也不会比刚刚的低。那再来就是30等以上比较好的地方，首先是虎丘港口这里，不过我自己觉得这边的地形偏差，所以这边建议多找一些人一起打。如果自己打的时候，可能会花蛮多时间跑图的，有时候他会花超多时间在爬这个楼梯。那再来就是40等之后，我会去雁鸣岭的太池宫，这个地方打魔化战熊特别好打，地形超平坦，然后怪的数量也特别多，跟后面的紫玉人影，我觉得这两个点打起来都特别好打。不过要注意一下自己角色，有时候我会到处乱冲，把自己卡住，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把自己挤回来。再来就是50等之后，我觉得采石北滩的右边这几个平台打起来我都觉得蛮顺手的，一样也是很平坦的地形，怪物也是很够。不过这边是争夺地图，所以如果大家要在这边挂的话，尽量偶尔注意一下，不然蛮容易被其他人打的。如果大家怕被打，或是有很多对方失利的话，可以去下面这边翠罗北港附近，主要是因为这边是和平区，如果不故意开红的话也没有办法打你。这边我也觉得蛮好练的，还有的话虽然是采石机是争夺地图，不过我觉得整体而言采石机的怪量都很不错，所以说如果你想富贵险中求的话，可以去采石机比较偏僻的地方，人没有这么多，比较不会惹到别人来打你的地方练，问题也不大。那采石机基本上可以让我们练到65等没有问题。再来就是70等之后，我会建议大家到楚门总舵，我觉得跟采石机一样，整体而言怪量都是很多，不过也蛮容易被人家打的，所以如果有看着的话，在哪里挂其实问题不大。但如果你可能要去做其他事情啊，没有办法一直看着的话，建议找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避开主要战区，这样至少可以稳定获得经验。不过如果你真的不想冒一点风险的话，你可以选择这里，就是楚门总舵外面这边的野外，这边也是安全区域，可以挂在这边。不过这边的怪物就稍微比刚刚少一点，大家比较常打的就是门口这些山豹。那80等之后基本上就是前往寒玉冰天，是在楚门总舵的下面不远的地方，它有点像是一个洞穴，这里的怪物都算蛮多的，不过这里也是一个争夺区，所以也蛮容易被打的。如果不想被打的话，可以回到刚刚我们所说的75等的楚门总舵，它的左上角有一块85等的野怪的牌子，看起来好像是写在一条河上面，不过准确来说应该是在结冰的河水上面。这条河上面有很多点都相当的不错，虽然依然还是比不上争夺区，但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嘛。
啊，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现在如果打自己等级的怪物，一只是135经验，不过篝火每跳一下经验值是1485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多找一些朋友一起组队练等。正常状况下，地板上常驻8-9个火都是正常的，可以大大提升大家的升等速度。那总体而言，修炼算是整个游戏最主要的经验值来源，等级在这个游戏算是相对很重要的。你的等级越高，就可以打越好的装备，能力就会越强，就可以去打越高等的副本，打越强的 BOSS， 或者是你可以去更高等的地图挂机，可以获得比较多的淬玉。总体而言，修炼的方式跟要在哪个地图挂，都是玩这个游戏非常必要的知识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普通皮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